师，亦称为醒师，源自广东佛山，由狮头、狮尾两人组成一只造型威武雄壮嘅醒师。南师步法变化多端，通过腾、挪、闪、扑、旋转、飞跃组合摆出架势，可以将狮子嘅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动、静、惊而八态表现得威猛刚劲，锣鼓声声震人醒，南狮步步彩青威。Beep!